在那边巡逻。你今天哪天啊？这个。Thank you.
健身房烤肉和吃这么多土豆。好，你都不知道了。地铁到我家。人家不用，不会问你的直播了吗？Thank you.
我不说也不行啊。后来我住到我哥的哥那院里去。我帮你们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跟你说了，这上面电瓶车不要上来的，你后面贴上。
都是吃的。你说的一起穿的嘛，那不是。
过来。不是，人家那个撞地板不是才交吗？好，谢谢哥哥。找保安去了。他又来把地下搞搞好，也不行。
上班了，我怎么可能不找我这个酒？我说我怎么还是到北京找他呢？我聊起来我就是说起来这个是不如来
共享单车也很快的。哦。然后再这样转，没准打到我的手，打得到的手。你看我感觉现在是Thank you.